牛蹄。给我来一大块。放下，有骨头啊，嗯，那凉了，皮咬不动。
姐妹们今天吃大肘子。这个菜辣乎了，皮都掉了。可乐鸡翅，今天这个色香味全都有。
外面在装修呢，可吵了，咚咚咚。现在这鸡翅卖的可贵了。这词儿这碎骨咋吃？好吵！香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红烧小蹄膀，这个上面都是肘子皮，我自己烧的，哇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巨香，哇，这真的是香迷糊了。哇哟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嗯，
里面烫嘴。真香，我一会儿再把骨头啃啃。拜拜。软糯牛窝果，大家好，我是丽丽，今天吃肉。
Hello， 今天吃蟹黄灌汤包、虎皮辣鸡爪，还有新疆爆辣炒米粉。先来个灌汤包，哇，这汤，加醋，喝汤。太鲜了，再来一个，酱多多的炒米粉，软糯。红烧排骨，
泡的汤汁啊。家人们，微辣的、泡椒中辣的和麻辣的，还在纠结吃哪个味道吗？看胖哥一起吃。哈喽，猪头肉，最爱的猪头肉，上牙桥。还是先吃猪鼻子。软软糯糯，
还加钱。猪头肉，今天吃猪头肉，配上咱家的这个小金针菇。这个金针菇发七包哈，每一包是200克，香香辣辣的，老好吃了。搁这儿，